外交部等等部门的这个互相协调之下，正在紧密的这个协调，以便对首相4月25到27号在北京配合这个“一带一路”高峰论坛之行啊，做出协调。所以这个他的这个整个首相的整个访程活动流程名单全还没有出来，所以我也不能够在这里这个提前透露些什么。